这哈、哦，公鱼在吃的饲料已经都弄在鱼钩上面了。那进去之后呢，有一个洞，就给它放进去。那有多深呢？有十公尺深。十。哦，那这边的哈，这个打滑的这个贝亚令谷哈，这个你看哦，这样一般。好，看仔细看哦，搬就掉时空了，掉到湖底。好，停了，再把它转回来。所以你没有转回去的话，哈，线会弄断，慢慢的。慢慢卷回来，慢慢卷回来。最后呢，到水平的这个平的时候，看得到这一颗的时候，就可以开始掉了。